始，莉亚公主派了 R2D2 和 C3PO 两个机器人去找救兵，然后莉亚公主马上就被黑武士抓到了。R2D2 和 C3PO 到了另一个星球之后，被星球上的爪哇人抓住。爪哇人把这两个机器人卖给天行者陆克的家人。后来，陆克发现机器人有一个讯息要给欧比王，于是他们就一起去找欧比王，但是途中被杀人攻击，幸好欧比王突然出现救了他们。欧比王请陆克加入反抗军，但是陆克拒绝了。同时，因为银河帝国的暴风兵团杀死了陆克的家人，因此陆克就同意加入反抗军。接着，陆克、欧比王机器人要去另一个星球和其他反抗军碰面，正好有一个专门做走私的人和一个像星星的人要离开这里，他们就顺理成章的搭着人家的太空船千年鹰号离开。这时候，银河帝国用超厉害的武器死星把他们要去的星球给炸掉了。千年鹰号找不到他们要去的星球，阴错阳差回到了死星。他们决定先去救莉亚，但是欧比王必须去解决他以前的爱徒黑武士。欧比王和黑武士开始决斗，最后欧比王输了，消失成为原力的一部分。后来大家离开死星去另一个星球和其他反抗军碰面，反抗军找到摧毁死星的方法，正准备攻击死星时，走私者韩苏洛却退出离开了。在太空中，反抗军的翼战机正在大战银河帝国的太战机。反抗军快输的时候，韩苏洛驾着千年鹰号回来救了他们。另一边，陆克一直尝试着摧毁死星，欧比王鬼魂出现教他使用原力，最后陆克终于摧毁了死星。反抗军同盟都很高兴，但是黑武士还活着。就是要看下一集啦。银河帝国派出很多侦察机器人去找反抗军，在擦擦心中，陆克被一个怪物玩帕攻击。陆克打败了怪物，但是他也在暴风雪中迷路。正当陆克神志不清时，欧比王鬼魂出现，叫他去另一颗星球找尤达师父。然后韩苏洛突然又出现，救了快死掉的陆克。银河帝国击败了反抗军，反抗军溃败逃走。陆克也到了擦擦星球找尤达师父。这时千年鹰号出现问题，其他人只好去另一颗星球。他们见到了兰道卡利森，千年鹰号之前的主人。另一边，尤达教陆克如何使用原力。终于，陆克成为了绝地武士。之后陆克马上跑去找他的朋友会合，同时皇帝白普廷跟黑武士说了关于陆克的事。这时反抗军们被暴风兵抓到，黑武士便将韩苏洛冷冻起来送给一个赏金猎人波巴费特。陆克到了擦擦星球找到了黑武士，陆克开始和黑武士决斗。兰道突然又帮助莉亚和机器人逃走。决斗时黑武士对陆克说了一句电影界中最有名的句子，我是林飞啦。陆克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就受伤逃走了。反抗军们又刚好经过救了陆克，然后他们一起逃离这个星球，就是一堆人不断的跑来跑去。在擦擦星球，韩苏洛继续被冷冻着，波巴费特把他交给了黑大赫特人贾巴。有一天晚上，莉亚来救他，结果笨到两个人都被抓到。后来莉亚变成贾巴的奴隶，陆克要来救他们，但是被发现了，陆克只好跟龙格兽决斗。结果陆克杀死了龙格兽，贾巴一怒之下要把他们全部喂给大沙虫吃，莫名其妙的却是波巴费特被吃掉，然后贾巴也突然被莉亚杀死了。于是，一群人就回去反抗军基地，而陆克则回去擦擦星球找尤达师父。但是尤达因为太老而死掉了。欧比王鬼魂突然出现，跟陆克说，莉亚其实是他的双胞胎妹妹。皇帝白普廷出发去死星二，陆克跑回来和反抗军们会合。反抗军打算把死星二的防护罩关闭并炸掉，同时去杀死白普廷。在擦擦星中，他们被伊娃族抓到，但是很快又和人家变成了好朋友。然后陆克又要去找黑武士决斗，反抗军则是又被暴风兵抓到。另一边在太空中，反抗军同盟还在等待时机攻击死星。幸好刚刚交到的好朋友伊娃族来救了莉亚和反抗军。陆克和黑武士激烈决斗中，后来陆克赢了，但是他不愿意杀死他爸爸，白普廷就跑出来攻击陆克。黑武士为了救儿子，杀死了白普廷，却受到致命伤。太空中，死星防护罩终于被关闭了，反抗军同盟也把死星给炸掉了，大家很高兴，从此没有银河帝国了。最后，陆克看到尤达、欧比王，还有他变回正义绝地武士的老爸的鬼魂们，剧终。